红灯路口，远景汽车十万火急鸣笛左转，没想到右边冲出一台直行轿车猛撞过来，远景连人带车喷摔，一阵天旋地转。可怕的是，下一秒警车起火燃烧，车道被狂火浓烟挡住视线。附近民众发现事情严重，狂奔百米，一人一支灭火器跑出来救火。哎，不知道人到底是在被压住还是怎样，就赶快冲啊！紧救火啦，用跑的，我们跑非常快。事发在彰化市金马路一段，当时两名远警骑车赶着要出勤抢救人命，过路口先停下来，鸣笛直接转，轿车一次反应不及撞上，幸好远警只受擦伤，手上的指挥表帮他报案。加上好心民众及时灭火，没有酿成更大伤害。同样在彰化，则有烟雾弥漫，将轿车团团包围，还以为是什么云海制造机，原来是驾训班学员开着手牌轿车，疑似踩油门太大力，产生美丽的误会，不是云海，而是一阵白烟，车都撞蛮严重的。至于在台中，画面中一台黑车往路边直冲，像碰碰车般四连撞，车头爆开，当时前车并排违停，车内有一名男子吓坏了，赶快下车。撞击的声音很大声啊，有救护车有。驾驶均无饮酒情形。黑车女驾驶疑似慌神套用到撞车，她和前车驾驶都送医，一个不留神车毁人伤，险些小命不保。记者陈胜伟、卢俊杰、王世涵，彰化台中采访报道。